是这样的，阴茎性阴茎的手术风险不大，由于手术技术相对比较成熟，疏忽并发症复发率均比较低，而且阴茎性阴茎手术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追求阴茎暴露的美观效果，所以有这方面要求的患者可以选择手术治疗。大量的研究显示啊，疏忽患儿阴茎期显露比较好，立位及端坐位均没有阴茎期的退缩，家属对阴茎的外观比较满意，随访的时候没有阴茎期退缩，没有隐匿复发这种现象，这样的话就说明它是效果比较好的。